音罢了。太了解他们了。妈上来就是 PVT 打不了。好了，不扯淡了，比赛开始了，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的都要随叫随到，送得好快。饿了就要饿了么。我家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记忆中呵护的温度。我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独立后体贴的温度。我们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团圆时幸福的温度。万家乐，温暖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万家乐，乐万家。我家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记忆中呵护的温度。我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独立后体贴的温度。我们的第一台热水器，那是团圆时幸福的温度。万家乐，温暖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万家乐，乐万家。好了，来了啊！好的，书本对 Cure 第一场，看这场比赛吧。嗯，最近书本除了公务杯的比赛，就其他比赛全部都没参加，而且公务杯也是打了一轮而已。我去开门，我去开门，我去开门。嗯、这是双方的历史战绩啊，在从在那个虚空次以上是6-7，书本是落后的。好，四条狗烧一下，三矿早点开，两分半开，这个开矿是重组最优的一个选择。啊，女王来赶走，漂亮，都没什么问题啊。Q 里边是直接透了三基地，这道战术吕布是经常用的。那这样的话，前期对书本来说啊，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对他来说，他现在只要运营就好。但他不知道有没有三基地啊？这比赛已经可以要打到中期了。过去看也没有机矿，这个举动可能能够判断你是三基地，至少能够判断你不是一个说你是一个骚扰型的开局。这细节很重要，对于虫族来说，很少有虫族能够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好了，来了啊！这什么开局嘛？他今天？没什么来路，一个三开的一个开局。啊，出女妖来防你的蟑螂狗，火蟑螂一波。看之后的到底是怎么打？我觉得还是打接化吧，因为对于人族来说啊，现在来说的话，接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求稳。哎，绝啊！嗯，那个人是谁呀、啊？就我在那个群里那个人吗？啊，我只知道是个水友，然后是个就开广告公司的，好像是，还做广告业务的。因为他今天问了我 Miss 这个商演
价格多少，然后我才想起来啊，是他跟我说的。本来我都已经忘了好吗？这件事情。这个人是重庆的呀。哎，反正我不知道，你不要跟我不知道，我也很迷茫。我也很迷茫啊，他怎么就突然就打钱给我了嘛？那说明人家觉得你帅呀，所以打钱给你了呀。那有人打钱，关键老子没有他们出场呀。我不知道，老子虚的一逼，现在他每个月他妈打一万块钱给我，老子他妈现在虚的一逼，老子又没出场又没干嘛。说不定你还没有出，对不对？他们就先把钱付了，然后钱你都收了，你不去不行的。是的呀，而且这个事情肯定是法人聊的。毛，这个人在妈的我 QQ 上聊了很多，老子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老子虚的一逼。反正我只告诉你是这个人，我现在反正这个事情，妈的兄弟已经帮你帮到这儿了，你要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起毛好，干嘛是要靠你自己的呀？妈的，这个事情我也莫名其妙的呀。不说了，不说了，我们看比赛，不看比赛，妈的不说了，看比赛，吃点狗头包了。好虚啊，现在。你再吃点狗头包。听说还是一个计划。我要先金甲军团。Q 二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公卫队报名的，这个人族选手其实实力都不弱。Q 二打得很标准，这个选手。哎呦！但没有，太多了。换一个坦克吧，也算有所得，一个坦克一个火车，对不对？不赚。好，机械化啊，看书本怎么打。书本应该是刺耳狗图包带宿主。这个局面其实人族都是这个，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憋那个了，憋这个围巾了。因为虫族选手在就正常情况下，他的三本早的情况下，其实他在八分钟左右三本就好了，然后就直接八分半就飞成 A 点了。And that was sort of the big change in Legacy of the Void. But generally speaking,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mech style that we're seeing here, 双方继续运营发展，因为在这种局面下也没有什么说太好的一个进攻的手段。Which gives the other player a lot of breathing room to try to leap into techs that they want to get to. 书本这边出那个啊，出，哎，我觉得书本要输。现在这个宿主刺耳狗头豹带宿主，其实打接话主要是现在的这些人族啊，对付宿主这个小虫子都很有经验。对，这个体系是有点落后的。他勾小虫子勾下来火车侠烧，这个都很有经验的。而且这个图本来说的话就比较近。Q 打得非常不错，各种的去把这个金坦给清一下，非常好打了。你这速度只要一现身，那 Q 就要推了。一现身啊，第一件现身就推了。现在书本应该是人口爆满了之后，迅速的变一大票的毒爆，当对手上军坦那一刻直接就滚，只有这一个机会撞死人族。本来应该是这样，应该是你宿主你也不要去宿主，直接就狗刺蛇，然后变一八大波土爆，他出来就跟他干一波，干一波的话可以确保你在他推到你门口之后你还有第二波。不，你一定要用那个土爆撞火车侠，不然的话你真的打不过的，这么样。哎，这白放了，这有什么用吗？白放了，第一波换了一个两个坦克，哎，也算换到点东西吧。这两个坦克，你要知道，这一波我给自己拖一波时间，毒爆已经变好了，上军坦就滚。哎呀，雷达照到了，哎呦，漂亮，退一波，在军坦上面再打，想办法把这个坦克总要收的呀。想办法把火车侠给换完之后，你的他现在是这样的，他等第一波那个，他等了一波宿主小虫子起来，他现在拖时间嘛，宿主小虫子一起来，这波就决战了。啊，但我觉得这波打不过。未必，
啊，我觉得打不过这个未必未必真的，他还有用两个女皇做肉，来了来了来了，包了，好，来了来了，看怎么包了，来了，三二一冲，就这波了，就这波了，就这波了，冲的可以啊，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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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的可以，好，冲成这样就已经打赢了，打赢了，打赢了，打冲成这样就已经赢了，继续铺军毯，这个时候。这一波他冲的就协调性非常的好，嗯，就因为协调性好，所以说才能打赢。很难，我跟你说，大家可能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宿主放个小种子然后 A 了，但实际上他是宿主落地了一刻他就冲了，你冲早了也不行，冲晚了也不行。对，这协同真的好，这个能够打进去，我就打穿这一波，我觉得还是有点。这一波吃完虫族就优势了，没错。这一波吃完就往死里整，往那个四框那个地方往死里整，虫族自然就赢了这个吃完。因为他对于苏本来说，现在我就跟你换嘛，我无限两百人口，我就跟你换。现在人主要是要兵力成型，有点烦。他一波小虫子过来，直接秒你的那个了，直接秒你基地，直接秒基地了，守不住，守不住，基地守不住，太快了，这个小虫子守不住，基地了 ，Q， 不用砍了，到处都是破绽。他只要第一波吃完就决战就等于是赢了。书本还是屌，你妈的，用那这种体系都打得不赢。好了，宿主小松子马上又好了，再来一波，直接冲脸就结束了。不，你猥琐不起来矿的话，人族在这种局面下也是很。这四基地掉了就不用打，其实刚才那波决战输了就已经不用打了。Q 二估计也没有注意到对方的那个小虫子从后面过来包的。这波对于人族来说，他只能往后面过来包。对。好，这随便换了坦克，你站不住了，你的坦克绝对站不住了，随便换，掉下去你至少死三四个坦克。在里面守的也不错，防的漂亮，漂亮。很尴尬，这 Q 二只能猥琐了呀，继续猥琐。我猥琐不住的，这局面怎么猥琐？打着打着，一会儿什么大龙啊这些都出来了。书本就不停的跟你换战损。不需要打龙呀，我就跟你拼一下，干嘛啦？对，宿主小虫子继续换就好了，分双线。我为什么要出大龙那么麻烦？好，小虫子好了，继续飞。继续飞，我就秒基地，我什么都不做，你他妈四基地就不要想开，我跟你说。我就秒基地，秒了还能换你几个兵，你受不了的。正面基地又掉，受不了的这个。基地掉了，受不了的这种换法，打得够狠啊，不给机会。你越不能给机会，因为你再猥琐一波起来，又说不定又翻了呢。对，虽然说很难翻啊，但这能拿下的话就拿下，这就是极限。这盘打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嗯，1-0，很漂亮啊这场决战。书本现在在韩国的这个竞争，其实应该算是个8强和4强的选手。这种选手的话就很难，就不是很难，就很容易就能够进到8强4强，然后甚至进到决赛。Q 的话，我觉得就是个16强的水平。在这个组他分的也不好，那7Y和 Impact 都猛了一击。好了啊，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今天没有马入，今天有书本，然后全太阳，对 ，Impact 还有 Impact， 这小组其实还挺好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啊，地图下方的这个无敌人翻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 Q2。
屏幕上方的就是蓝色的宠物选手书本。他们说 Q 儿看起来老了很多，没有呀。你要说老了很多，那的确老了很多啊。反正现在金二战队风雨飘摇，我告诉你。是的呀。今天又爆出新闻说那个，好像要吊销他们那个大韩航空旗下的这个，就是金二不是这个什么真航空的那个航空执照，好像要啊，好像吊销的。那不遭中了？是遭中了呀。现在全部报的是他们老板的负面，就是那个赵显娥的负面。妈的，为什么我感觉他们为什么每次都是要弄到死为止嘛？不知道呀，他们那个老板就那个大韩航空那个老板的女儿嘛，赵显娥现在又报他什么什么在哪个地方坐飞机回韩国，坐他们大韩航空的飞机回韩国嘛？啊，然后因为那个机长给他担那个坚果嘛，给他端坚果。上去他不是坐上去了吗？机长不是给他端那个坚果端上去让他吃吗？啊，端慢了。不是很正常吗？端慢了，就上去端慢了，然后他就大发雷霆把那个机长赶下飞机。人家假的那么暴躁，暴躁的一逼，现在妈的抱他负面抱成狗了已经。这种就妈的惹得天怒人怨了，我告诉你。是的呀，现在就各种乱抱他的负面。上次不是抱他泼水什么的吗？他爸都准备取消他职务了，但是感觉这个事情没完，他妈的要吊销他们执照，这个肯定是弄大事了，对吧？肯定啊，我靠，这种事情可大可小的，好不好？哎呦，书本这狗的血量控制的非常的好。He could just be really well versed at everything too, because it is Sue. So, yeah, it's also, I mean, as great of a player as Cure really is. I mean,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金姐来说，星际俱乐部只是很小的一个小头而已。他们肯定要弄的话，肯定是就算解散的话，什么肯定是所有的事情都摆平了，然后再核实一下公司的这个，不跟钱没关系。金儿这个战队就是这个赵显娥说要做的。哦，这样子啊。哦，这样子啊。啊，就他强行要做的。这就很尴尬了。我内心充满了纠结，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吗？首先我希望他解散，因为妈如果他解散的话，韩国所有的俱乐部体系都倒了，但妈的中国选手就能够更有拼一枪，对吧？是韩国人了，妈我又不希望他解散，他你妈的是唯一一个韩国，就万一散了，他妈的韩国人饿死了怎么办？是不是？不饿死他不饿死，就如果散了的话，那可能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种什么比较新的影的这种战术，就很纠结，你知道吗？也有道理啊，哎，算了，都是好事儿，车到山前必有路。跟我们也没关系，是的呀，跟我们有毛关系啊？看比赛，书本依旧是二本之后双 BV， 他还是一个素二本的开局。Q 二这盘打生化部队了。Q 的生化部队其实也挺强的，但是总的来说的话，还是差那么一点点。这三矿这个位置还不错。感谢这个神山书剑的两个飞机，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书本这一盘选择了一攻一防蟑螂，难道要打庐山神龙吧？怎么感觉有点像啊？变个眼从进去看一眼。不，他不是庐山神龙吧？他是这样的。他的这套体系是不管你怎么打我都是这样的出蟑螂，然后如果我看到你的生化不对我就是庐山神龙吧，如果你是机械化的话那我就是三本出，就是，对啊，刺蛇蟑螂嘛，双喷，对，就这个体系打的有点默认，他因为生化不对和那个都能打。要来了啊，
Yeah, now he might not be that forced to commit to Rochas, although he's still making some more right now. And he's not stopping, he's not going up to 10. 庐山升龙八要来了。 那这种看到你生化部队，那肯定只能庐山升龙八了，因为这个战术没有什么，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一个，就先打个庐山升龙八再说。不，这波庐山升龙八，我告诉你，至少要把你的二矿打破。不，至少就第一层肯定要冲进去的，不冲不进去就输了。昨天我看到这个谁啊，这个吕布打这个 Impact 就庐山升龙吧，然后吕布家里面两船兵搞得 Impact 想死，然后正面又守住了。哎，什么情况啊，这苏北在干嘛，他就直接这样庐山升龙吧啦。守是守住了，但是妈的，这个庐山升龙八是不是有点这个力气不够啊？感觉先把三矿打飞嘛，三矿打飞损失很多蟑螂，好不好？不，其实他把这些房子这些打掉也还行吧。你这波是要一波暗死对手的，干嘛？你就觉得暗不死吗？老子可是书本，马上就暗了。不是这么说，你是书本，那么上面还有个女妖，有点烦，书本遭中了，书本，你是打不进去啊，这波，死了书本，这波打了就死了，还不如退回去。他这个庐山升龙霸感觉打早了，就爆发力上有问题，打早了，没有想象中那么兵那么多，他就直接一攻一防，这个 timing 就出去了，他也没管那个自己到底有多少兵。好了 ，Cure 这波防住其实就很好打了。对。Yes. 哎呦，继续！哎，这种换家，你这样换下来，其实你也不剩几个张了。没有啊，他现在家里面只要守得住，他这样换了，把你三 G 的一直压住啊。他是这样想的呀。哎，他是这样想的呀，换对了呀。都能打下来，我有点不信啊。他换对了呀，谁叫你投出去的 QR？ 好了，这个 QR 亏大了。妈，这波绝对血亏。感谢我大哥，只是长得不一样的一个飞机。这你妈！哎，我这个换的我有点没看懂，我问蓝宇。你不要管看不看懂，他现在换的很好。本来是个稳赢摆的局面。但他家里面憋到两攻两防 A 出去不就完了吗？对。他为什么要去投嘛？他估计也没想到书本会这样打。也行。哎，这一波吃掉还行。但后哎呦，还有那么多，而且配了几条狗的，这个坦克第一波还只能炸到狗。不，但是兵还是很多，两个两方也马上好了，守住问题应该不大。书本还要冲，以他的尿性还要冲。哎，但坦克第一炮打的是蟑螂，第二炮又是打蟑螂。先吃掉第一个坦克，第二个坦克。哎，为什么他就那么几把勇嘛？啊，强行换，这换不动啊，换不过了呀，两攻两防的。这感觉还是要，哎，我就真好，对啊，我真觉得他是就是每次都是这种，就是好不容易打出点优势，然后他就送了。对，感谢求老先来512雅思不过六的一个飞机。就这个刚才那个优势，其实你回退回去直接这个出刺蛇都赢了，我觉得。他们说新版本，你妈现在有这几个光头，蟑螂就虚了一逼。问题还没有呢，新版本。对，5月15号不要急啊。但就这样的话，这个蟑螂，耶，拱赢呢？哦，没血了，那个没血了，没能量了，没能量了，运输机。不打也是对的，但攻防上面差得太远了。Q 现在只需要在家里面憋。别生化部队 A 就好了，最后。我怎么感觉书本有点乱包兵的感觉啊？他，那就无脑蟑螂火蟑螂了。他，
第一波没打进去，就在最最有优势一波没打进去之后，他就直接乱了，没有办法了。机器人，机器。这盘我没得打了，是没得打了。在优势的时候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优势，还这种硬莽。哎，冲动啊，毁了这一切啊！不过呢，我觉得书本应该能够出现的。毕竟书本的这个 ZBT 实力还是要高于 Q 的，你们也不要慌。这个小组谁进败者组，谁就遭重，就算书本也得死。哎，这 Q 上好像是不是跟谁打了一次？有一次好像打的那种面如死光。Q 跟谁打过面如死光？好像跟青本打的时候。有这回事吗？是青本吗？我那张脸感觉有点像啊，是跟青本打吗？我有点忘了。好，我们看下重点位。地图上方的两种方向就是蓝色的虫族选手书本。就在地图下方的气龙方向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 Q。感谢人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啊。啊，那个是邦尼是吧？啊，邦尼。那有点像，我感觉他们两张脸都有点印堂发黑的感觉。你不要因为人族现在惨，你就说别人印堂发黑。啊，真的呀，你自己看嘛。书本决赛前无敌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书本我真觉得最近有点打不动的感觉，变弱了。主要他的打法一直没有革新，他就完全纯靠基本功的，对不对嘛？嗯，他打法很少革新。李忠，李忠堂印堂有没有发黑啊？李忠堂昨天被莎娜干的，你说印堂发不发黑？我最终还是出现了。李忠堂昨天被莎娜你妈直接2-0，然后他气得一逼，他跑过来跟我说：“妈的，莎娜真对我。”我说：“为什么？”他说：“但我找不到人练，然后他就看我天梯的这个比赛记录，他都知道我是渡鸦开，他就针对我。那这没什么好说的。我说那你妈的你自己傻呀，你平时天梯你天天这么打，那谁让你有名，对不对？呀，你戒指都摸不来，你这才打比赛，这都是要经历的。”你有名吗？是要针对你的呀、啊。操作还不错，一条狗一条狗都没死 ，Q 二给的压力也很大。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怎么三矿开在这个地方啊？故意骗一下 Q 二吗？不，他这个开局是很早以前他这样打过，嘎姐也这样打过。他是反向两线铺军毯，就是正面往下铺，然后。下面往上铺，过一会儿就连起来了。很快啊，他这个军团铺的。这 Q 有点迷茫啊，这局面。这绝对有点迷茫。怎么再去开三矿？对呀、啊，你说的没错啊，就是这么打的呀，偷一片呀。然后他然后两线一起扑，你知道吗？很快就连起来了，然后就变成四矿开局，快的一逼这个军台。
因为一般来说你是不太会去探下面这个地方的，而且他开矿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嘛？对，开矿时间是一样的，这个没有问题。3分30秒，直接把三 GD 放下去。这个打法真的好吗？哎，反正他赢了的，上次我看他打，他打谁我忘记了。感谢蔚蓝的风888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这个矿火车解放者，然后转生化部队，三矿是肯定看不到。那这 Q 血亏啊，这个偷出来，偷出来了。他开三 GD 他就血亏了，这种人穿不到什么东西的。亏的有点大，这个亏。感谢神山书剑的三个飞机，感谢神山书剑。啊，在关卡杀农民，什么都没有，反正岩是翘了呀，其实。不撬岩石的呀，他妈铺军坦，他怎么撬岩石？干嘛？军坦跟撬不撬岩石没关系，他还是可以从岩石那边撬铺过来的。不是的，你撬了，你现在怎么去咬开嘛？一会儿万一别人在岩石后面搞你，你怎么办？你撬开，撬了，你一定要把它打开。我撬的，被火车穿的有点烦，撬了呢就防止正面一路就好了。不，他可是书本，他肯定防得住的。但这个局势的确，书本现在是个大优啊，不能说大优势吧。满优了，满优了。看农民，6分钟不到，已经62个了。哎，这死的、这个农民数量很凶了，已经。这种矿不可能说你直接说你去看也意识到，这个很难意识不到，意识不到，这个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征兆是他偷矿的。哎，你们不要慌呀，妈跟你说大优就大优，你们不相信我。这种龙果毒要走起来的话，基本上是进入到了一个书本乱 A 的局面了，已经进入到了对最熟悉的一个局面。真的进入到乱 A 的局面了。Q 二到这个局势出此那个出坦克机枪的是不可能赢的。你过来第一波，我第一波两船兵，我小狗拖一拖，你再投四船兵，不好意思，龙狗图报直接吃完了就 A 脸。对，已经赢了，书本已经赢了，输不了了呀，没什么悬念。这种局势他可以出去开五矿了，你看，对不对嘛？都优势那么大，毫无压力可以说是。随便拖一拖，武器第一甩。你跟虫族对运营其实还是挺难的。你看书本淤了多少钱，他其实家里面应该再拍一个基地。对，他虫卵太少了，他应该再拍一个基地。哎，不会吧，等一下等一下，他没有下去的理由。他而且他看到对方的开矿的所有的顺序都是正常的。好，要租个连弩。你连好了，你连呀，连起来。死了，飞龙都在造了，书本预了1200块钱，真的应该多拍基地。他应该是拍了家里面，他也意识到自己少拍了个基地。这个运营太舒服了 ，A 脸的呀，马上书本开始爆发了，所有的兵全部爆起来，看到飞龙了。哎，黄金光也开起来，反正这是再甩电光都可以的。对，无所谓了，这回家只为了在这开视野。好了，进入到书本龙狗图报的节奏了。书本时刻，现在书本缺少的还是气，他还要把飞龙抱起来。他刚才因为为了强行的把经济补起来嘛，所以导致他是没有开气的，他是全力的在前，现在再把气补起来，其实是蛮累的一件事情。Q 二现在就开四矿书本就冲了。嗯，我觉得不开四矿也可以冲。反正就是不准开四矿，刚好你开四矿的时候我200人口。你如果稍微有一波稍微的失误就死了。
这时候你开嘛，你只要开四基地，我就要你命。But you don't see like huge army engagements. That's up to the Terran player to decide. 哎，这个会发现吗？哎、还有是龙狗，你这种一传兵就是出来送的。不，至少是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好，要准备要开四矿了是吧？你出来，你出来。终于看到了，看到了呀！一口血吐出来。哎，书本不救吗？F2 回来先救啊！这个怎么可能不要慌？推出来就不能哎，这种都是出来送的，你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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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的，你还敢出来？快走呀！对的，快走！快走！走不走都要上，主播走不走都要上。好了，开四基地是吧？200人口是吧？老子叫书本，开四基地暗瞒读报。这书本打的最有气势的一个局面。对啊，这是就书本时刻了，进入。他要 A 了，他要 A 了，他要 A 了，不用看了，以书本的脾气绝对会 A。他这个时候把所有的气全部按成读报，分成三线，你看拉了个阵型，这个时候就来了。三。二一，你瞅，老子叫书本，不准开四矿，谁开四矿谁都得死。不过 Q 二的这个枪兵散的非常好，他就在后面打，老子不管。冲了有点亏，倒是真的。不过没不重要，干嘛哥运营好？慌什么？换，只要坦克换的我就是赚。三矿被滚了吗？哦，没有，三矿没有、啊、他先把这个给他打也可以、雷神都来了，把 Q2 强行就把四矿开起来了。他这下一波如果书本再冲，再没有斩获的话，这个 Q2 三攻三防好了，说不定局势要逆转。哎，这妈就不好弄了，这个四基地感觉没冲开，农民都没杀几个。刚才他枪兵说的位置非常好，对，农民没杀几个，有点伤啊，怎么办？这他妈很难打了，这个局势。这局势不好打了，第二波准备不，第二波下去就几级了。第二波如果没有冲开，至少把这四矿打了。如果没有四矿不打掉的话，第二波下去就几级了，不能冲。这个时候飞龙先牵一牵，飞龙先牵制一下。这个时候就要打一个换家了。换不动了呀，干嘛？你给他出门了就给你换，你敢出门不啦？你只要敢出门，我告诉你，这换定了这个。这怎么办呢？我现在想想这个局势，出牛呀怎么办？怎么别人转 ghost 了一会儿？哎，不管呀，这你必须要出牛的，你不可能不出牛的呀。这图你妈感觉从哪里冲都不好冲啊！雷神来了，哎呦！飞龙切，找机会换家，他现在把这种岩石都打开，这是对的，这个换家的那个起手式。他只能这么打，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好了，三攻三防好的呀 ，Q 二，那他上了。Q 二已经开始在憋 Ghost 了。憋起来了，然后开黄金矿，各种憋。干嘛？这有优势的呀，现在。啊，我就看书本怎么处理这个局面。那感觉没怎么处理都处理不了呀，只能无脑莽了呀。应该是很难处理。处理不了呀，这个局面，真的。先把军坦先铺了吧。Ghost 出来，这你们只要家里面三 VS 开始爆毒牙，这怎么办？飞龙先烧，只要现在 Q 不出门，在家里面猥琐，我觉得书本就走远了。毒牙一出来就走远了。不，书本不能 A 了，这个时候 A 不进去的。这个时候 A 不就他就找一面 A， 找一面去 A。好，把坦克吃了，可以，这波 A 的可以，拼的。我觉得、啊、对的，我跟你说，你的那个叫做什么？你的防守面积很大的，不能让你开黄金矿的呀。
但还是有点亏，我感觉有点亏。就到这个局面，就是你不停的 A 不能让他开五矿。战损上来说呢是亏的，战损肯定是亏的，但是你现在只能这么打。感谢伊利亚，天下第一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啊，没办法呀，这个局面，他大龙配大牛，你们这么这个什么？他妈不是送的节奏吗？大龙过去一会儿 ，Ghost 教你做人呐。哎，这三公三王枪兵还不好弄啊！啊，有狗了，有狗了，有狗，有狗就行。好硬啊，这三公三王枪兵。好，上面悄悄的咬岩石，还是要穿多线。好，升了一个建筑的一个，他他妈直接就无脑十二个大龙下去了。我觉得书本输了，他输了呀，他这样打，他这十二个大龙摁下去什么意思嘛？他会不会打后期啊？但是我说实话，他这么打，我还是挺欣赏他的。妈的猥琐狗，就这种心态，你跟你说，我在天上也是这样的。A 了，烦死了。他是个职业选手，他这么打是绝对不对的。我蛮欣赏他的呀。你欣赏他有毛用啊？你给他发奖金呢？切！你给不给？不给他发就给我闭嘴。你不欣赏他？人家苏本还养妹妹的。你不欣赏他吗？我不欣赏他干嘛？职业选手你妈的最重要就是赢。不要管什么赢，就叫赢。哇！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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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有那个，有围巾，有围巾啊，怎么办？哔哔哔哔哔！飞龙是吧？哔哔哔！还有人不哔吗？哔呀！哔哔哔哔！上面哎，这个可以，绕的还可以。大龙送光，先送一波气。啊，这波大龙我就没看懂他为什么要变。哎，为什么他用鬼兵去打嘛？他鬼兵回来，这种鬼兵打不就好了吗？我也没看懂。书本这波换的是什么鬼吗？书本的这波气也不多啊，也换不了太。对，我就没看懂他这波是换的什么鬼。有观众这就送了，是的呀，送了呀。他你妈已经疯了，又变大龙。扎中了，扎中了，这真的扎中了。不，也许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哎，毛，有个毛理解。他这个理解就是打你鬼兵的那个能量的 CD。在你没有能量的时候我就冲了，然后不停的用大龙来换、啊、这个基地应该也可以、啊、妈估计在书本的理解里面从来就没有人开得出这片四矿、啊、我告诉你没用，你看这种部队怎么冲，也是不压炸两下，然后哎平 A 你都打不赢，哎呀又毒压炸弹了、啊、三个毒压炸弹，这危险，好嘞，雷达闪过，走远了呀！哎，他怎么没炸呀、啊？啊，为什么？不，他有没有能量？他有能量的呀，他好像 EMP 打中够打中啊，炸了！怎么操作失误吧？估计他什么意思啊？哎、啊，不过也打赢了呀，干嘛？老子杜家就牛逼，你干死我呀！那你没看懂。可能操作有限，一下子操作不完那么多东西。不重要。书本再送一波，书本继续开矿。哎，真的是个勇士啊！这个比赛打的。妈的，关键是送不起了呀！感谢这个降番爱的一个降番爱的一个飞机啊。哎，真的，老子真的欣赏他，就是个勇士，打的就是如此热血。你妈干，但是很傻，好吗？你管他傻不傻，你妈哪个勇士不傻？你妈的，你黄忠也是勇士啊！不，真的欣赏他呀，就这妈老子就这么热血，就冲，这是一个冲字。妈，凭什么要跟你猥琐？凭什么你搞嘛？跟你磨磨个毛磨？老子就是多。我明显感觉书本
他跟真的就就是他就永远就这刚才那一套战术，然后一套自责狗熊猫的战术，然后他永远就打不来后期，从来没想考虑过后期要怎么打。你不觉得他？我这感觉。你不觉得真的很勇吗？打的？不，他只会这么打，他没办法。真的很欣赏他呀。哎，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吗？干嘛控制你的经济啊？老子用经济压死你！干嘛不行呀？哎，这什么呀？这操作的？他在打什么呀？他在？他在操作什么呀？这个基地都没换掉。他刚才把那个农民撞了，不就换掉了吗？老子已经看不懂这个游戏了，已经真的看不懂这个游戏。哎，我卡了，我卡了。我看不懂这游戏啦。那大龙不就是被你妈被炸的妈妈都不认识吗？你妈这种哎，别人这种妈，比如说炸屎的，对，你去炸个屎，去黄油去炸个屎，别人至少妈看到有炸屎，他可以跑。妈，你被绑在马桶里面，妈的必须要让你炸，这种你妈的跑个毛啊！这种。书本刚才那个基地没换掉，绝对自己的问题。他其实换掉了，你看看对方也没有多少矿。我告诉你，书本绝对是打不来这个局面，练习不够多，他完全就打不来这个局势。现在他的被严丹这种起点，他只会撒盲。他已经进入到未知领域了。现在，就他的这套什么出大龙这套理解还是很古老的一套理解，从来没有被人炸过原子弹。对他来说，他可能最近练习很少，你信不信？反正我很久没看到他在上线的，真的。是呀，好气啊！我靠，老子你妈一代英豪竟然死在你这种猥琐逼手下！不，我告诉你，现在是个人主，只要会猥琐，他都打不。就在这种基本功不是说差很多的情况下，完全乱了，完全乱了。书本在等，以前那个书本啊，书本再等十天。再等不了十天了，再等六天，书本啊，要掉了、再等六天，当杜鸦削弱的那一刻，我告诉你，我觉得杜鸦削弱书本还是打不过。他你妈的，因为他太没概念了。干嘛？我杜鸦是削弱，但我还是有减甲的呀，对不对嘛？完了呀，他上面的矿开起来了。他打不来这局势，现在很迷茫。现在空有200人口，你看别人打这个打到后期，对吧？我不是说输赢吧，就是打这种顶级的虫子打到后期都是什么防空放满，然后慢慢爬，对吧？然后用什么大龙什么感染，跟慢慢拖。他你妈的是大龙是 A 对面的，这打毛啊？不是，他其实要么就坚持这个，就一直坚持走这个路线。就你妈拼一枪，坚持走，刺耳骨毒爆这种，你妈你就一直乱 A。主要是现在，主要是杜鸦已经很多了，我估计杜鸦已经有个十几个了。妈被多线原子弹炸的妈妈都不认识。好了呀，妈书本要忍不了了，要冲了。他终于守住了，守住一线。要冲了，我告诉你。忍不了了。这还打毛啊，这还打，我靠，他这个兵种组合你妈给你400人口都不能，说不定掉血。那个 Q2 他没有那个，他没有气的，他其实很紧，一直都很紧。干嘛你没气你打得赢呢？老子上面还有那么多矿呢，慌什么？第一波肯定打不赢，这是没悬念的。妈这第一波怎么可能打？你妈这个杜鸦数量，妈的这要炸牛，我觉得牛也得死，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大龙了。哎，书本。哎，不是吧？我看到了，看到了。哎呦，看到了。我的妈！我怎么感觉书本已经被炸的有点精神恍惚了？其实多线防的还可以，守的还不错，还有机会。你们不要觉得书本已经输，还有机会好吗？
看第一波送完之后的局势是怎么样的，老子就没看到哪里有机会。你看着，我跟你说，这盘我不说了，一赔十，你接不接？他妈，我又不是弱智，我接一赔十。书本智力有问题啊！真的，我觉得还有机会。以 Q 尔刚才那个刚才杜家家人都忘记炸的这种东西，谁说的清楚的？不是，说白了就是赌的就是 Q 尔他这个操作失误。那刚才那个杜家都不会炸的这种，我觉得还有机会。Q 尔主要现在唯一的隐患就是没气，就怕突然一下被打穿。对，不就看第一波换完之后换的怎么样，其他倒都不是什么问题。继续炸。他一直在用这个鬼兵原子弹炸，其实所得有限的，炸点虫卵而已，没什么用。这是什么吗？这你妈这都是什么鬼？这种是赌运气吗？就你妈盲炸是什么鬼吗？就往那边先炸一个，万一你走在那里过了，他妈就赚着了。你说的没错。还有这种操作。炸空气，我靠！我觉得书本能赢最大的理由就是他现在经济哎没有看到了经济还很好，而且 Q 可能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哎呀，这个放渡鸦他放得出来的呀，你相信我呀？所以我跟你说了，你说一赔几嘛？啊？赌一把一赔几嘛？一赔五。好，老子不输本爷，来嘛！我靠，干死你黄旭东！智障！妈了个鸡！你既然要送，那我也没办法，不阻止你。不是送，谢谢九幺哥的一顿日料。一赔五，你妈肯定能上的这个局面。一赔五都不上，老子我告诉你，我这一赔五，我就赌 Q 二操作失误。你妈这波绝对是梦想，我告诉你们，绝对是梦想。他你妈有31个渡鸦，你告诉我他怎么？真的假的？我靠，有31个渡鸦，他是人呐？炸不死你，我靠！没有，我告诉你 ，Q 二这种选手，兵少的时候他还分得过来，兵一多，他就分不过来了。你看着啊，你看能不能分过来？我输了，我们就妈的两清啊！是的呀，你妈欠我六顿啊！来呀！好，来，接了！妈个鸡！今天杜鸦就教你做人，你妈牛是吧？牛都给你炸死！我操！他妈个蛋这么猛啊！我靠，这杜鸦！哎，他是人呐、啊，他是牛都给你炸死！妈个蛋，老子炸自己都可以的，有什么嘛？牛也站不住的呀。31个渡鸦，有的炸了。来，冲是吧？来。哎呦！好了，感染虫没了。我不想赌了，行不行？来，你妈个蛋！你冲啊！这你妈太他妈贱了！一半的豆芽你妈的已经炸的书本不想玩了好吧，后面还在 build， 哎呀 build 成狗了，豆芽又来了，还有很多。我的天，围巾过来补刀了，哎，围巾呢？哦，来了。把这鸡打掉呀！我靠！怎么还算换了个基地吧？可以了。妈个鸡，什么都不打的，那打毛？他追着炸了，家里面能不能守住啊？他守住了，可以。妈，打完 Q 二还有2000多气，慌什么？3个毒鸦一铲，4个 Ghost 一铲，上面还有一排毒鸦，慌什么？炸不死你，牛是吧？太你妈贱了，这个你妈的这个毒鸦，反正暴雪都要削了，老子现在也不用隐藏什么了，真的太贱了。刚开始不用，是怕暴雪对毒鸦不利好吗？
现在这些人组已经不用再隐藏什么了。来嘛，滚嘛，看谁亏，你撞啊，你撞啊，亏不亏？亏不亏？我就问你，妈亏的一逼，撞 Ghost。主要耗不过，他怎么还在耗不过？你说最后战，最后你战损，你绝逼亏。好了，上一排炮台，抢点基地，掉了呀，基地，这稳掉版的呀。太他妈狠了，这个。妈的，我只追了个梦，我告诉你们，追了个梦呀！啊，起手七张牌，你妈强行清一色呢？哼，那怎么办吧？哎，又是一个大空气。哎，不会吧，不会吧！啊！啊，你妈卖屁！妈的！好你妈惨呐、啊，淑芬！这种打完，我跟你说，其实我跟你说，这盘打完不是输赢的问题，是妈真的有心理阴影。妈做梦都梦见那个杜亚炸弹在炸他，老子有段时间你妈做梦就梦见杜亚炸弹，烦的一逼。妈个鸡的，杜亚真的是贱！真的，我跟你说，我打天梯以前被别人猥琐了，我他妈我做梦都梦得见杜亚，烦的一逼。真的是贱呐、啊，这杜亚，我已经不想说了。你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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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不死你，你冲！算了算了，好了，基地还没打掉，我们互不相欠，这单我送你的吧。不是，就这种你为什么要跟我赌？干嘛一赔五可以赌的呀？干嘛？啊，一赔五都赌不上呢。冲重退，快退了呀！妈真的会打出心理阴影的，到最后你妈做梦就看见那个杜亚炸弹飞过来，砰一下炸成金色的，这种感觉你妈很痛。这种局势其实从我就解说的游戏啊，解说那么久以来，其实看了很多次的，真的看了很多次。杜亚很吓人的呀，妈的！杜亚你妈疯起来，连自己都会炸的，很吓人。又被锁定了！哎呀，还行，还不多，不多，还行。但是你不敢动了呀？啊，动个毛！啊！妈个鸡啊！好烦啊！我靠！啊！怎么打不下去了？活活的被耗死，哎！太他妈惨了，我操！啊，书本要忍不住了，估计，哎，他这样浪费杜亚能量不够了吧？他31个杜亚哥哥。但你妈的，他你没觉得他用了很多能量了吗？分成两边的。不要管，他分两边的。老子不信他还有那么多能量，让你去把浪，一会儿把自己浪死，我跟你说。不可能，不可能！你妈的，你不要害我呀！不可能的呀，这怎么可能浪费？他怎么感觉没能量了？真心我觉得杜亚没能量了。没能量，只要杜亚不死就没问题。杜亚死了嘛，的确是。哎，我真心觉得他没能量了。他你妈太浪了，我跟你说。不可能浪死的，这种你妈都所有的兵都聚团，你告诉我怎么死啊？所有的兵都聚团，你告诉我怎么死啊？我下面还有那么多鬼兵。不，我觉得他没能量了，他杜亚没能量了，浪没了。这你妈，他原子弹封路拖时间。你看他掉了两片矿，哎，真的没能量了，刚才有点过了，刚才炸的。他快10000块钱了。他快10000块钱的哥哥，好了，恢复了，能量恢复了，快跑呀！啊啊啊！你妈个鸡啊！他快的看得好心痛啊！不要追啦 ，Ghost 在后面。哎，妈个鸡！你妈这战术已经打出25000的经济了，12000的这个。哎，
妈的就应该介绍圣盔给那个，就介绍虫族给圣盔。妈的这种种族绝逼他妈是等 VM 喜欢打的局面。不是没办法，就是你到最后大家科技都全开，你就没办法。对呀、啊，你妈这种时候你妈等 VM 爽的一逼，你妈炸的。哎呀，这个原子弹好你妈爽！我的接班人你妈也应该多吃点这种局面。这局面接班人绝对是未知领域，未知领域中的未知领域。书本打干了最后所有的钱。他为什么还在出你妈出大龙嘛？这大龙有个屌用啊！哎呦！Ghost 被盯了，抓 Ghost！ 你敢炸不啦？你敢炸不啦？他炸了，炸嘛你妈炸呀！他疯起来连自己都炸了。EMP 好，书本跟他拼的，死了！这你妈这炸了，妈妈都不认识啦。腐化的被炸，哎呀，哎呀，他还有能量吗？不要追啊，不要追，有能量吗？啊这你妈还有我啦 ！Oh no！ 打你妈！妈个鸡呀！这你妈的！不约不约，你妈的！天地不容啊！还有六天，人族选手再也不用隐藏渡鸦了，拿出来炸起来！太他妈惨了！输分自己的妈的炸门懵逼了，这盘比赛被炸的，哎，惨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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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决赛，惨惨惨，妈个鸡啊，这好气啊！不是说输了日料气，而是你妈这种，这种妈就很憋屈，你知道吗？这种感觉打的，